请你下去、啊、我没有办法接受你这个说法。在585号解释里面呢，关于财阀跟刑罚的部分都被宣告违宪，条文都被宣告违宪、欸、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你不能乱解释，你先胡说八道，你收回你刚刚的话。大法官然后讲那句话，我念法律的，我没有办法接受你这样子胡说八道。委员已经请您先下去，您不用讲了，对，因为等一下委员我还没说完，可是我请您不用讲了，我尊重您，我们是主席已经告诉您请您下台，然后不用，请您下台。我委员的看法就是说，我已经告诉你了，哎，奇怪，这是要怎么样？也承认这个纠察权吗？委员有行政法的、欸、行政官员来立法院，麻烦尊重立法院的主席，好吗？啊，我是主席，我已经请您下台了。跟你讲，我咨询是不发脾气的，但是副秘书长，你真的让我生气了。为了报告啊，他是认为说，他是引用585号哈、哦，他认为说我们在这个执行刑事法25条、26条所提到的，有一个我的版本是有一个是希望处这个10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他认为这个东西，他当时他是引585号，他认为是违反法律的程序。好，但是呢，我必须讲585号，他当时在谈的是，他当时不是在谈质询呢。他当时在谈的是一个调查权的问题，哎，那你怎么会拿一个调查权的讨论调查权的东西放到我这边在讨论质询的东西呢？来解释一下哦，是这样子，就是585号的那个确实它是仅止于这个调查权的范围哦。那么我要强调的是说，在585号解释里面呢，关于财阀跟刑罚的部分都被宣告违宪，条文都被宣告违宪、欸。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你不能乱解释。您先听我，我这边要先讲，请你不要乱解释哦。不，你这个乱胡说八道。我还没讲。你是胡说八道。等一下，我还没讲完。是字怎么写的？你这个，你，我跟你讲，你收回你刚刚的话。大法官然后讲那句话。这是事实。这是事实，委员，你如果读到后面的话，是这样是没有错的。征调会里条例里面什么叫做不行？他有说你要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你前提没有讲，你就直接下结论，你这在骗人呢、欸？不是，委员，我没有办法接受你这样，请你下去、啊那我没有办法接受你这说法。我念法律的，法规会主委，不要，我不问你了。我念法律的，我没有办法接受你这样子胡说八道，行政权不能乱解释，大法官会解释。我不能这样子接受，他的前提不讲前提就直接说他这样违宪，莫名其妙嘛。585事件文里面的事实，他的理由书跟事件文本身就是载明相关的行政法跟刑法的条文是违宪。先暂停嘛，先暂停，时间先暂停，主席要发表意见，时间先暂停。对，刚刚那个委员已经请您先下去，您不用讲了，对，因为等一下委员我还没说完。可是我请您不用讲了，我们是主席，已经告诉您，请您下台，然后不用，请您下台。委员的看法就是说，我已经告诉您了，哎，奇怪，这是要怎么样？也承认这个纠察权吗？委员有行政法的、欸、行政官员来立法院，麻烦尊重立法院的主席，好吗？啊，我是主席，我已经请您下台了。跟你讲，我咨询是不发脾气的，但是副秘书长，你真的让我生气了。行政官员怎么可以这样随便解释？大法官会解释。好，那这部分哈，我必须说，不好，好，谢谢，不好意思，我这边必须讲了哈，我实在是不认同刚刚那一句话，叫做大法官会直接认定这个是违宪，不是这样子，而是大法官是认为说，你必须在符合法定。正当的法定程序跟法律明确性的要求之下，你才能这么做，并不是说这么做违宪、哦、所以我不接受这个说法。那如果是你刚刚说错，你必须说你刚说错，讲太快。我跟你讲，我这是第一次在质询里面发脾气。好，那好，那我必须讲的就是，你们不应该拿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放到我对于询答质询上面。我认为质询上面应该，我认为质询上面应该要有这些罚款，你不能这样子随便拿个大法官会议解释做这样的认定。而且我的做法并不是说毫无那个法定程序，我也是要求说，如果我们认定有这样，经过国会这边的那个决议之后，是送给行政法院处理，跟之前的做法是由
他们直接去下这个决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不接受你们行政院的这个答复。好，再下一个哈。还有哈，就是有关你们认为说我提的版本的第十七条草案第三项，好，你们认为说我们讲的行政院各部会啊，首长跟新任官员经由全体委员三分之以上联署或复议，由院会决议决，就其人事进行听证。那你们说这个是我们会侵害到你们的人事决定权，违反宪法分立跟制衡原则。我必须跟各位院说，第一个，我们说的是听证，我的草案写得非常清楚，是就人事进行听证。这个怎么会影响到你的提名权？我也不是说同意权，所以我从头到尾我说的是听证。那听证是让国会有监督这些院长任命的首长是否符合民意。那你硬要拗说这个违反权力分立，好，那我跟你讲，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现在在面对行政院，行政院只要对于自己不想要看到的法案说法就违宪，就一句话违宪。我跟你讲，大家不是没有念过书，不要用膝盖来思考事情啊，好，不能这样子做。就像你刚刚讲到，为什么我觉得你们不应该这么说？你今天做行政院，你做到这么高的官，然后你这样解释，我之前我遇过很多官员在一边都兜圈子乱说一通，那我也觉得好吧，那就算。但是我今天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好，更何况啦，哈，副秘书长，你以前是柯总召的助理，你应该很清楚立法院怎么在运作嘛，你应该非常清楚，所以你也知道。我说真的，我没有办法去接受哈，政府总是用错误的讯息来误导人民，这是不应该的。以前这样可以，现在这样不行。跟我说，这个是因为社会在转变。如果社会在转变，会这么严重的影响宪法，几年内宪法就整个翻转，那宪法就不叫做中华民国的根本大法。我真的是真心这样认为啦。那我这个人也，我这个人脑子也是一条线很直的人。法律怎么规定我就怎么做，甚至我最近的一些发言跟党内也不一样，我还是坚守我的立场，我一直都是这样。我甚至人家说你为什么要维护民进党，维护赖清德，我说不是，因为我对于宪法以及法律的认定是这样，我就要坚守。我很笨，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好，那我刚没有办法接受行政院的这两个见解，那行政院你们的对于法律对于大法官会议的说法我也没有办法接受。最有感的胶原蛋白生态，即日起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养颜美容，增强行动力，打造有感每一天。小包装好携带，成分天然零添加，无西药，不含重金属，安心食用。两款包装给你满满胶原蛋白，桃红包装助养颜美容，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心动了吗？现在就上快点购，一起健康下单吧。